今天有带来了白酒，有喜欢喝白酒的到我这来报名。哎，下一个我就把我们的这个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关学军先生，我们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理事选举。哎，我希望在座的啊，就是说对我们东北同乡会想积极做些工作的，哎，想奉献大家主动上来参加我们的理事。好，关跃军先生。大家好，新年快乐，很高兴赶回来。我刚才呢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我昨天和今天两天都在佛罗里达参加一个活动，飞机呢是从鲍罗德到4:06起飞，计划就正好是6点左右到亚特兰大，结果呢通知我们飞机晚点，我还得赶紧通知他们我可能赶不回来。最后呢飞机晚了是晚了点，只晚了15分钟，原来是晚40分钟，只晚了15分钟。结果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老天助咱们这个好运，这飞机飞得快还追回来了，还按原来的时间到达亚特兰大，所以呢能很荣幸的没耽误什么事儿跟大家赶到一起。那么下面呢话归正题，选举这事儿啊，我可以说是现在就变成了这个专项了，只不过是呢我发现我现在啊主持选举比自己竞选要舒服多了，省事儿至少是。好，现在呢我们大家都是相亲的事儿出来呢，也都是为大家服务，都是这些那个很有这种愿意贡献的这个爱心，很受大家的尊重，我们呢也没有必要太过分的拘于形式。那么我们基本上呢就是直接在场的举手表决，下面我就把这个准备再联系或者是准备加入这个理事会，为我们的这个2013年为各位乡亲服务的这些个候选人呢，请他们到前面来，都出来一下站着。原来的理事准备留任的，请大家先出来，赶紧到前面来，先给大家认识认识面孔，赶快上来。对对对，然后呢咱们在座的任何一位乡亲就是受了他们的感染，一时觉得可以出来，欢迎你马上就站出来，就到前面来，很简单，也不用登记，也不用说你是哪个党的，就往这一站咱们就算数，好不好？欢迎大家。哎，候选人赶紧出来，咱们也别耽误时间，赶紧。赶快，这个老的和新的都上来吧。看我原来这个理事，看看还有，还有没有？另外那个玉洁，你还得说一下，就是万一有准备参选的，没有本人没在场的，有谁你跟我讲一下，我给大家宣布一下，就是。嗯。哎，还有没有那个即兴要站出来的？OK， 现在有姚红在国内，他肯定要留任。OK， 姚红，大家记住。哦，单位，同样的。OK。还有多少？现在在场的。周继松呢？1、2、3、4、5、6、8。继松，哪儿去了？
好，那个李小杰，你干过来，干过来，选完再说。对，过来。没问题。啊，还有谁？副会长啊。好嘞，那现在呢，那个除了有一个这个没有在场，小白来吗 ？OK， 除了一个没在场的，玉洁，你把那个没在场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个在场的人再开始。啊，没在场就我们那个杨红，是我们的那个高个秘书长啊，他因为有急事回国。我们这次那个 slide show 啊，都是他准备的，每次非常热，所以说他除了他继续留任，我想桂小刚，你来不来？小刚属于是会长，不在那个会长、不在群里，小刚就不用在这里的，一样干活的，就得照样干活。好，那你就从这个他那个跟他沟通愿意吗？叫什么名字？来了吗？一个我们新的理事啊，莹莹从香港来的，莹莹先站起来了，啊，莹莹站起来了，站起来。李春先，中间。啊，来，到前面来。中间。赶快到前面来，好。春先。那好了，现在呢？那个除了一个姚红没有在场之外呢，现在这个准备参加选举的下一届的我们东北同乡会的理事会的人呢都在这儿了。我呢把这个麦克风交给赵仁，从你开始就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干的。那个学姐啊，我们现在还有两个人，我们15个人嘛，15个人，我现在这个12个加上杨红是13。不过将来现在看看有上来的就上来，看看还有哪位自愿的为东北老乡能奉献的名额，来上来。好，耿丽英，我们的耿大爷，啊，回来。直接入选了，我叫李造仁啊，今年是应该是第3届了，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团体中为大家服务。我来自东北的黑龙江省啊，好，就这样，谢谢。我叫李高超，来自东北的辽宁赤峰。既然呢，今天又站在台上，那么在今后呢，还会像往年一样，像这个为大家呢继续做好服务。我叫李浩，给大家拜个年，再一次啊。李春先从沈阳来了，谢谢大家。李丽从沈阳。邓亚军来自沈阳，谢谢大家。高英来自东北，谢谢大家。杨大威来自沈阳，我和老关、老孟、小白，我们当时是第一届创会的，还有周俊松。周俊松来自吉林。于小杰来自沈阳旁边的丹东。吕小莹来自沈阳，以前在沈阳大学工作。贺小玲，我在大连待了很长时间。我也不用介绍了，张玉杰，喝酒。好啊，那么。他们都介绍了，我也得顺便给大家说，我是哈尔滨的嘎达来的。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些人这个高度的热情，为大家奉献和服务。那么给他们，如果你觉得赞成的，就给他们掌声鼓励通过。好，老乡。
我正式宣布亚特兰大东北同乡会2013届的理事会现在正式当选。赶紧合影照相。我们几位前会长是不是也上来一起照一张？好，谢谢大家。下面我们精彩节目开始。大家准备有点紧张是吧？